大家好，这栋楼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公寓楼，门前就是主干道，底下全是商铺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23楼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套房哈，我们进去往里面走，首先看到的是这个锁哈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一个指纹密码锁。然后进去左手边就是我们的卫生间，再继续走，在我们的右手边这是一台冰箱，左手边一个厨房，开放式的厨房，看着很漂亮吧，很时尚干净。然后再往前走，这边是我们的客厅，左边是沙发，右边是电视。继续往前走，这边是我们的卧室了，这边放着一台书桌，啊，这是我们的床。哇，这个柜子挺大的，两个人都足够用了。卧室旁边有一个超大的阳台，还放了一台洗衣机。俗话说，站得高看得远啊，这23层的景观，晚上可以看夜景啊。第二套房子，跟着我的镜头往前走，左边的话是一间卧室，这个卧室的柜子好多啊，还挺大的，然后它铺的是木地板，这边有一个飘窗，躺在床上可以看夜景。那我们再往外面走，卧室旁边是一个卫生间，这卫生间也挺大的，还有窗户。继续往前走，我们正前方看到的是客厅，有沙发，有电视，还有一个窗户。卧室旁边有一个开放式的厨房，看着是很时尚很亮。那么我们这个就介绍完了，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套房就结束了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需求，需要租房、租厂房、租店面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们，也可以联系我们，谢谢大家。